引进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的祖师的言论，会按进一步来看这个明朝净土宗的第九祖这五岳法师的解说。五岳1599年至1655年，明大宗俗姓张，名借名，字五岳，世称灵峰五岳大师，后人奉为净土宗第九祖。以堪山积劈连敌，并称明代四大高僧。但是我昨昏伫讲，即圣安大师啊，讲做净土宗的第九祖。啊，你都爱知影讲净土宗的祖师，甲禅宗的祖师无同。禅宗的祖师是释迦佛祖在灵鹫山莲花寺上。迦叶尊者破颜微笑，就安尼得到伊的衣钵，就是咱禅宗的初祖。了后传来到28祖达摩，啊，这个达摩祖师渡海来咱中国，才变作咱中国的禅宗的初祖。啊，2祖、3祖、4祖、5祖，才传来到6祖。迄拢是师父传予徒弟，师父传予徒弟，按直传落去。但是净土宗毋是，净土宗就是，伊就感觉讲，即个人对净土宗的理真贴，对到即念佛的，因俩即方法正确，所以后来呢，就是即净土宗在高僧大德一挂在信众。甲尊重讲你是第几组，是安尼。有诶，一个祖师，一个祖师，迄个年代相隔有诶几啊十年，哦，根本毋是讲伊亲身传伊拔落诶，是后来人甲称呼。啊，所以圣严大师后来嘛甲称呼，看作净土宗诶第九祖。即个五岳法师后来伊诶信徒遐多种。嘛是甲称呼叫做净土宗的教祖，安尼甲你讲较紧，啊，所以变作净土宗教祖有两个，安尼，啊，这五岳法师安尼讲，讲念佛的人，你唔知影念心，安那做念心，念心都要有定力啦，这个心未乱，无迄个魔念。伊讲你念佛的人无法度知影这念心，啊！你愈念佛，心内无念愈济。告诉你，若我倒来念心，这个无念就渐渐就无去啊。到尾你有这无念，就完全拢消除。安尼念佛才有效。所以当今嘛，唔是老师的批评。真正念佛有法度念心的人啊，1000个找无一个。那么伊有念心无念心，你敢看有？有啊，随便看嘛，知影。伊若伫念佛哦，边啊人若伫讲话讲，啊较细声者啦，伊就无念心啊。伊若伫念佛，人若行伫伊的面前过，安掠人看者，安就无念心啊。念佛嘛，安尼念经嘛，同款。你家看有诶，伫念经，头壳歪一边，歪一边，迄拢心肝拢无伫念啦，心拢走伫外口出去。真正无论是念佛、念经啊，这心啊有一致，无迄个魔念。话若讲起来，讲你伫边啊，搞空甲讲落，落空甲讲落，伊都袂振动。
迄个真正立心念佛。所以咱这个昨昏啊，在印度这个莲池大师所讲的，讲立心地善，依师念佛，这是一个现象。不过即卖人讲叫立心念佛啦，真难啦。唔是你来念佛到边啊，大声甲大细声讲话哦，伊就甲你话，安尼就是无立心嘛。安尼甲你讲较紧。所以有些老有些嘛，感觉我老师一个怪人。哦，你若去我楼顶，我奇怪，当遐伊阿囝电视一台都好啊，老师你若头前创一台，分数边个创一台？啊！另外，这边边也搁创一个收音机，哦，定位到人来放到，今日这个做啥？心无法度自立，所以我电视才甲锁起来，啊，俩收音机才锁起来。你来形容起，有当讲，啊，老师呢？两台电视做无共台，啊，搁收音机伫插，啊，你搁有法度伫改进，迄就是歪哦杂音有法度。打破他的心，唔像我那滴改经历，多大细声，样拢无要紧啦，拢无影响老师啦。真侪人讲啊，大家讲话，老师滴改经歹势差，我未差，你做你讲，较大声做你讲无要紧，我拢无影响。真正一个心若无自立来讲啊，魔念就伫生啊，心肝就搞搞滚啊。这是在。佛教的杂志内底一个记述，写一个真笑话，敢那半笑话的故事。讲有一个人，在生是念佛真拍命，啊死了后煞去地下去，啊这人就真不服啊，讲阎罗天主啊，我自少年念佛念到老。啊！我是安奈走去地狱来。迄阎罗天主讲：“来啊，去提伊念佛到底念偌济？哦，到底是念定呀，念派哦，提来甲检查看卖。哎呀，几下车就入去内底，伊所念的佛哦，光三宝提出来，念一句佛啊，都有。”有一个佛号在那嘛，啊，就拿三宝的佛号出来。他说把检查看看里面到底念佛是定的还是怕的，啊，怎么做定的怎么做怕的，如果立心就定的啦，啊，如果善心就散的啦，怕的啦，哦，啊，如果怕的来说，好像像鸡卵的，如果怕的就没补鸡仔囝，定的才会补鸡仔囝，啊哎呀，几下车就去布袋一家倒出来，讲啊，阎罗天主啊，三布袋拢全拍的啊！你讲，哎，少年念佛念到老拢全拍，检查较清楚一下。安尼讲啦，伊讲我也无布袋摕来，我切看卖内底看有无，一切都哭一下，一句电话啊，阎罗天主有一句定的啊！你讲，伊讲甲调查看，一句定的伫倒来。啊！遐几下车就甲调查来理论，讲啊，阎罗天主啊，即句定的哦，都是当时伫念佛，遐拄好都落西北河伫陈雷公，个雷公伫因厝边啊发出来，等一下切来挤一下，这个人心肝赤一下，拢唔敢上班来讲阿弥陀佛，啊，迄句定的啊，你讲，这是半笑谈啦，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心无自立袂用呢。念佛都爱自念，要唔过像五亿法师讲道理，无人爱听。真正伊讲的道理，无人爱听。是安那无人爱听？伊都全部拢爱讲正理，讲修养，讲修养，无人爱听啦。啊！我都捌去当到一个佛教徒讲。啊，老师啊，你伫讲道理，较听嘛几十个啊！你家看人迄个法师哦，那伫报道哈，几万人啊，讲几万人啦、
讲吼，几万人无遗憾啊！你甲看，那妈祖生吼，去北港这样的规条路安尼挤无去，几啊十万人，嗯，啊到几。几万人要创啥？还都是迷信在遐济人。哎，讲你道理都白难啦。你都讲会迷信人在遐济人，你就是干那要讲灵感变化人在遐济人啦。啊，无你甲讲正理看卖，那甲讲正理吼，那几万人听我到你先嘴皮啦。嗯，我一话书就是安尼。我一话书啊，因为你讲这个道理呢，唔捌上二十个人啦。我要比较好，要较济人，因为伊讲的道理比我较严重啦，也嘛比我较深啦，所以无人要听啦。